各位看官，一切还好？算算庚子已然过半，拖更又是一月有余，事情很多，时间很少，时间管理真的艰难，学会必是财富密码。言归正传，书接上回，梳理梳理最近工作，喜提摩托，精神拔草，自己安装一本满足，一直都是云骑白嫖，今日总算得偿所愿，护具周全，骑得很松，练了几天只摔两跤，道路是有千弯万条，骑摩托躺真的很香，去年葡萄今年成草，只怪自己疏于管理，一垄一垄规划很好，杂七杂八杂草很多，斩草必须彻底出根，葡萄才能足够我吃，啥也不说干就完了，奥利给给给给给给，香菇培育还算顺利，小情中事就没断过，最近天气很是异常，且干且看且伺候，这是主营必须上心，早看中看晚上还看，一旦成熟把你吃掉，再赚点钱这就很好，牛圈改造基本完成，费时费力也很费钱，最近牛市行情看涨，这跑那看才凑点底儿，九大三小是基本配置，一公八母，种牛很忙，牛圈就是他的后宫，多牛运动马上安排，再想办法多搞几头，种牛开心我就开心。基地又添新的成员，金毛胖虎六七月大，朋友解救送给我养，看着可怜心中不忍，新人刚来有点受气，认了大哥才是好转，会舔认怂有点意思，我很看好悠悠。还有菜地没收拾好，赶着时令抢种时蔬，辣椒番茄都还可以，韭菜省心收割多长，豆角凑合，南瓜全没，补了青菜还没露芽，今年只能意思意思，红吃多少全凭天意，风车茉莉栽到门边，期待日后绕藤满架，不许玉米还是种子，今年可能来不及种，还有大棚等着收拾，翻整土地补遮阴网，鸡舍破烂有待修补，狗子也得造个新窝，院子滑坡需要填土，厨房很乱没法开火，稍稍就绪再买点猪羊，过年就有口福可享，忙忙碌碌又是月余，胖了5斤炒谁说理，劳累辛苦就不说了，被迫营业也很开心，素材不够看官见谅，争取能够多多更新，洗洗睡了踏实干吧，每天都会容易一点。